人家常的同学，给掌声鼓励一下。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他们，Ladies and Gentlemen SHE。恭喜啦，三位不想长大的了吗？是啊，这个根本是菜头嘛。什么菜头？弄一下菜头一点。拜托了，同学要不要看菜头？哎，对对，现在快，现在赶快赶快模仿。哦哦哦，好像菜头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你们三个来，我们是要先变身的，有没有？真的吗？他们三个挑战我们三个，哎呦，连我头上都绑上了，是吗？你们三个准备头上开花吧？不一定哦，是你，你们是 loser。但是，刚刚你又来阴的。对啊，你在太夸张了。每次大家装扮正常，不是不是，你就可以给他戴个帽子。他今天，对啊，他早上9:30就来。哇靠！真的假的？这个现在这个单元收视最好，你就抢镜头抢的。上网都说康康久违不见的智慧又回来了。那你不能这样子啊！那么帽子拿掉，大家公平嘛？对啊，那个太夸张，太专业的啦，太过分，抢镜头抢。那里面还有东西。出家人慈悲为王。那你把眼镜拿掉啊！对啊，大白天戴个墨镜在讲话。小龙的眼睛，把把拿上，不行了，太夸张，还做造型，太过。眼镜怎么还不拿下来？什么？不要动了，真是爱的小手。来开始。希望奶哥有看我们节目。我们一人贴一个，好吧？来，康康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啊。害你在辛苦难开游戏规则，这是一个知道你脑部神经的小游戏。每个艺人头上的牌子中途标示自己禁止做的动作或禁止说的话，其他人需要以引诱或陷害的方式使被害者出局。一旦出局，就立即遭受万金轰顶的终极惩罚。出局者可重新加入战局，回合结束时将选出今天的最大赢家。我们先看他头上是什么，好不好？七七秃头。哎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很快吗？哎，他这个应该很快，很快啊 ，OK 啦，呼吸就过。我觉得不会啦的 ，A 啦。天哪，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被打死，怎么办？还好还好，哎，不是吗？他不是呼吸就挂，他站着就死了。对啊，就挂了。好 ，Selina， 怎么办？是什么？叮！哦呀，西皮看一下。有可能哦，还好，最早死掉，这个应该也是半条命。No no。好。哎，还有我的打，你的，我们也要看一下。我的应该不会太糟吧？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这么严重？好，没关系，大家各凭本事，好吧？注意了，第一回合 ，Go！ 请你再看我两秒。慧君，宪哥加油！你看小倩，你现在还会冷吗？小倩子穿高跟鞋还跑得比你快，真的太怕了！二哥该减肥了，二哥该减肥了。好看的节目马上登场，请大家各凭本事，好吧？注意了，第一回合 Go！ 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！耶耶耶！小明来了！耶耶耶耶耶！各位同仁，怎么了？突然间觉得自己要玩会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我
要跟所有男同事大家介绍一下。那么有三位呢新进我们公司的同仁，他们是今天才到的，今天当然是庆祝我嘛，拿到全国保险业第一名了，好棒哦！我跟你讲啊，这三位他们以前是歌星啊，对对对对，那后来呢？经过出道15年之后，唱片已经开始不卖了，丢掉了，丢掉了，丢掉了。你们以前真的有出过唱片吗？以前很久，大概真的吗？好久以前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有出过什么？最不想长大。会唱吗？唱，我听一下。会啊。1 2 1 2 3 Go。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想长大。好，要看一下吗？好凉哦！要看一下头上是什么，给他看一下。打歌对不对？对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想说来这边就是要打歌的，没想到会被陷害。可以拆下来。好，你一开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给你来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跳舞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一直带动着我，就是要跳舞。我想说好，我就站着唱，我就是死都不跳舞。所以心机很有把握，就打歌。这个不会死，这个比较难哈，真的吗？给他难一点，难一点的。你们都这样子。好难呢！啊，哦，怎么了？哦，怎么了？经理突然间才发现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以前那团叫做很有名台湾第一女子团体嘛，有 SHE 嘛，对对对对，他有跟一个对对对穿过绯闻，罗志祥，小猪罗志祥的女朋友嘛，怎么跳舞的啊？罗志祥，来，罗志祥，罗志祥很简单啊，罗志祥呢？我是罗曼跳，我是罗曼，不是，我气死了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人家小猪的舞跳那么好，你跳这么糟，跟他道歉哦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大家。我以为是大家好啊，不是，是活该。好好，那再帮我连一个，帮我连一个。好，可以吗？哎，来来来，那我来。大家来害我嘛，我很久没画面了。刚刚那一段，哎，同学在笑哎。我们刚讲错了，你男朋友是罗志祥吗？没有，是吧？是吧？有人看到你们在忠孝东路两个人手牵手，你还说没有？就是有人看到，太夸张了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他真正的男朋友是这一个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你，你看，多么像男孩子，对，男孩子气概，你要帅啊！他跟我根本是哥们，我也是才，你为什么这么帅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那个Selina 的男朋友真的是小猪，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听说还曾经有一天呢，两个人呐在东区手牵手，真的吗？然后呢到暗巷的时候还突然间亲了对方，对，哎，太夸张了。他是不是你男朋友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你上面是什么？我以为一开始以为是罗志祥，后来想说应该是不是，就是摇头，很难呢。难就死不承认。好，好，给你换一个简单一点好不好？简单，简单，这边就。加油啦！啊，这应该还好啦，这还好。那我啊，你们都这样子，对呀。你不要这样子！哎哎，来，没有，哎来，宪哥按一下，宪哥按一下，按一下，哎对对对，带走带走，哎。我们
简单的给你，比较不会死的给你。我是在处理别人，你知道吗？OK 的。这好难哦。OK 的。不要这样子嘛，这样子好了啦，不要害来害去，大家也可以害我嘛。那我先出来讲解这一个月的业绩，还是要让别人来？你来指名看是要谁来？都可以啊，来来报告一下这个月的业绩啊！来来来，你来一下，我也不能太害我啊。这知道我们以前多可怜了。这三个月以来，我被打过多少啊？我们联手害别人。好了好了，给你一个比较难的。这个更难。哦，这个就不会了，这个比较。你们都这样给他那么简单。他们都欺负我。其实我是 gay。是吗？哎呀，欺负我，你保护我嘛。陈嘉文准备输了。你保护我。你不是很强的吗？哇，你好 man 啊！站住！陈嘉文的头！哇，好 man 啊！我的好 man 啊！换一个好东西，换一个好东西给你。我吃到一大口那个饭吐，快昏倒。好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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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陈嘉文，你死定了！完蛋了！你这天生就有优势。怎么样？对，那个，对。好厉害！好厉害！按下，放按下。SHE 来了，他们可是我刚刚，你看呀，换一个，神经病！我跟你讲，我都不有他，干嘛害我呢？因为很少的，不是你这样，不是我今天到现在还活着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你一直害宪哥，至少跟他致歉一下啊！好，他要跟你啊，看一下。我现在吸，你在那上面贴好了啦。我现在吸到了吸呕吐鼻的感觉。我也是，我觉得。耶！今天的主角是你啊！今天主角是。我们都围攻你啊！对啊。耶！现在都不要闹了啦，宪哥。其实。你刚到公司来的时候，经理就已经偷偷在喜欢你。你那深情的双眸。深深的吸引了我。哎呦，你可以看我一眼吗？哎呦，紧张了，那你哪能够逃过宪哥的攻势吗？你最喜欢吃南部带上来的猪脚，对不对？你说话，说啊，你说啊。不要讲。我不相信啊！慧君，宪哥加油！你看小你现在还会冷吗？小天子穿高跟鞋还跑得比你快。对啊，快快快！太怕了，二哥跟姐姐了，太紧张了。
边走开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。你刚到公司来的时候，经理就已经偷偷在喜欢你。你那深情的双眸，深深的吸引了我。哎呦喂呀！你可以看我一眼吗？好恐怖哦！仙哥，你唱情歌给他。仙哥，你唱情歌给他听。刷讲讲讲讲，但奇怪，烧香的。我一定会疼。刷讲讲讲讲，你要看着他，你要看着他。定会疼。嘿哟。经理 ，I'm sorry。经理刷奖，经理最后一遍了。经理，不是啊，你气场要发作。不要唱歌好了啦。对啊，不要唱歌。大家来这个活动活动。不要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宪哥，我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你。你干嘛跟我道歉啊？散发了，菜头老师。拨一下你头发乱的，经理，你这样，经理人格都没了。哇，经理，你今天用的天数比我们平常用的多。我们一起跟经理说一句话：一二三，您真内行。你称赞我，先生啊，厉害吗？哎，我们公司到底是谁在陷害我？你能不能跟我讲清楚？我知道那后面那三个家伙，你这样打都不会痛吗？不是，已经昏了，怎么不会痛？会不会想哭呢？不会啊，不会。看你这样子，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可是你光有泪，你现在好可怜哦。你现在在开始烦我，看起来很可怜。对啊，好可怜啊！怎么那么开心好了？啊，君君。我只问你一句话。你是不是屏东人？说。你最喜欢吃南部带上来的猪脚，对不对？你说话，说啊，你说啊，你不要不说话，你说，说。他哥对我很好啊，我
我不相信，这个在玩游戏有什么好不好？沈凌啊，怎样啊？刚刚那一段，我讲的是真的。你们三个人当中，我一进来看见你，我就觉得你在人群中有光芒。你不要理他们。你要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你快吐。每多一秒，我就觉得我死过一次。请你再看我两秒。我们两个去害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头上不用了，准备好了。啊，不要这样子嘛！最后一遍，干嘛这样子？都害人。对呀。怎么又是我？对呀。没关系啦。不要，不要再这样子。不要插入人家。不要再这样对我们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啊。哎，各位，今天我们真的是遇到对手了。对呀，哎，谁局太强了？可是你们谁很会互相喊？对呀，我也才十两遍。我们在一起来跳舞。十两遍，他十好几秒了。我要跟你跳舞，好不好？哦，不可能啊！那我们讲笑话。那你告诉我，刚刚陷害我的是谁？我知道是三个小女生当中的一个。你怀疑是谁？我一点都不怀疑，是谁？你问他，你问他，知道吗？到底是谁啊？处理。好，各位，下一堂课咱们就要颁发今年的年终最佳优奖了，请下去准备一下，耶！我是不是怀疑啊？对不对？你到底是什么？打小吗？还是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哈。刚才忘记处理，哎，你跑去哪？处理，耶嘿！下一集 S H E 将会碰到什么更劲爆的演出呢？请锁定周日八点档。十字路口，掌声欢迎！厉害了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全台湾省最好的一所大学——辅仁大学。哎，这个学校很厉害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在我们右手边有琳达，琳达的琳达。领导的会小出，哎呀，别笑了，是领导们。哎，让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有新书了，好不好？出了新书叫《美人进化论》。美人进化论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应该是一本美人书了，啊，美容方面的。美容方面的，对。然后把我这几年来的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，怎么样就是最自然的方式。哎，说。还有我们这边呢，欢迎许慧欣小姐。哇，好好听哦！各位同学，要不要现场听一下《雪老虎》啊？要！一张门票3000块，贵死人不偿命啊！今天来辅大唱免钱的好不好？各位，如果只有许慧欣，那就逊了，一定要也要张学友，对不对？来，张学友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和你相守相依
真爱生死不移，穿过悲和喜，跨过天和地，我和你永不分离，千千万万世纪无边无际，爱是永恒，因为爱。对啊，是啊。你唱好像陈清湖啊！哇嘿，哎呦，北哥，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！你的瞬间，那么麦克交接了，一起欢迎我们的 ，Are you ready？Ready？Are you ready？Ready！ 欢迎我们的马吉。厉害了！大哥，给我们大家介绍，来。像我们出Match 第三专辑，谢谢。对啊。那我们两位可以跳个舞吗？要不要？ Yeah. 好不好 ？No B box， 然后他们两个来个舞蹈吧。黄金平傻傻分不清楚，蔡依林傻傻分不清，蔡依林蔡万林。狮子路口文物版规则说明：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玩的文字接龙游戏。参赛者必须把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把它吃光光。在游戏进行过程中，每道食物不定时会有文跟武的考验出现。通过文武考验之后，才可以接到下一道食物哟。凡是最后两名的队伍将接受史上最残酷的惩罚。好厉害了！赶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小天使，欢迎进场。好，那么他们总共呢有六秒钟的时间把游戏规则讲清楚，计时开始。欢迎大家来到辅仁大学，因为我们要应景，所以我们的名头是姜饼屋。哎呦，哎，一起啊！对，今天是感恩节嘛。啊，对。圣诞节。对呀，你只适合过那个愚人节，好不好？对，还有那个有鬼的。愚人节啊！你万圣节嘞，拜托，你马上要过清明节，我告诉你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姜饼屋的。姜饼屋。啊，姜饼屋。好，加油啊！那我们现在分组就准备要出发了，狮子路口出发。那边。要哪里找？来。输了会有惩罚，不要小心。我们要快一点。快点！快！我记得上次那个。哇！问一下，哪里有那个西点？慢西点，前面是不是？喜不喜欢李玖哲？喜欢。哎，拥抱一下。啊！你都漂亮的抱啊！你都近视眼目哎！大哥，来个漂亮的抱。你喜不喜欢李玖哲？喜不喜欢李玖哲？放下！不用抱！哎！二，等一下！笑死了！你不能先这样很危险，手更低一点点。好。一，二。实在好紧张啊，这种痛真的心脏病都快发出来了。哎，给一棒加油一下，预备，来。接着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这边吧，第一个是有吗？有，这边有摊位有卖酱。哎，有有吗？你们有没有姜饼屋啊？太大了吧？怎么吃啊？这个要把它吃完哦，请同学吃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打开吗？姜饼屋。那你们要吃一口啦。好。来，我们可以先吃。
才刚开始就要发发什么啦？要先通过文考验啊！文考验是什么了？请说出三首有关圣诞节的中文歌曲。圣诞节有吗？陈奕迅。什么 ？Merry Merry Christmas, 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 算不算？掌声鼓励。那我唱，我唱比较老的。好。雪晴天晴啊，那每处初夏，骑驴把桥过，铃儿响，怎么好丑？这不算，这不算哦。那你再来。雪人，范晓萱。好了，雪人怎么不见了？不是啦，不一样。好了，雪已经积得那么深。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掌声鼓励。那我再来一个。雪气天晴啦，圣诞节再来一个。OK， 好。哎呦，宣传还会呢。那个吴克群的《圣诞分手节》。圣诞节不是我的节，是丰收节，是分手节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制作人很像黄韵玲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唱黄韵玲。没有你的圣诞节。哦，对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耶，有没有过关？没有你的圣诞节。好，那个你继续好，我真的不想输。喂，来来来，快吃姜饼屋。同学，啊，这个太硬了吧。啊，不想。嗯，谢谢你们帮我们做音效，你们太投入了。好甜哦。哎，帮忙吃一下好不好？还有，我们不想输，你知道我们输了要喝什么吗？意大利面打成汁啊，很恶心。啊？耶！雪人。哎呦！还有吗？帮我拿一下。同学，谢了，谢了。吃完，把它吃完。帮我分一下啦，同学，帮我分一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耶耶耶。还有一个圣诞树，来。那不能吃了啦。来来，圣诞快乐。那我们就走了。姜饼屋，我们接屋。屋可以接什么？走走再讲，走这样，往里面走啊，走走走。谢谢谢谢。Oh my goodness！ 哇，哎，好有圣诞节的气氛。哎 ，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Hello， Honey， I love you。没想到这么有圣诞的气氛。老板，那个姜饼屋啊，圣诞大餐来一个啊。我们口水已经舔过了，不要再来了，自己去吃自己的。喜欢吃你的口水。哎，但是这么大，怎么吃得完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分一点给我们。那干脆哎，坐下来一起吃算了，好不好？来来，马吉又不是别人，自己的兄弟。哎，借过来了，来来坐坐。喜不喜欢米酒泽？喜欢哦。哎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一路来抱了六年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喜欢麦婷大哥，羡慕，喜欢了，哎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羡慕。你这不要把他推到下流团体啊！你真的是，哎，还可以点菜哦。啊，欢迎光临我们餐饮系的实习。啊，他要点一套才有这个啦。啊，我已经开始吃了。不用，那我们就吃这个。妹妹先吃姜饼屋的，坐下吃，来，姐姐姐姐。徐慧欣先把门给拆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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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啊？不好意思，没有。啊，还有这个？是吗？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不用了哈。OK。好的。一起过圣诞节，真的。哇，给他们学校的餐厅还可以有这么大菜啊！这九哲都一直在吃东西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大哥看到。Nicky，
我没有吃，我只有吃了一大片。他怎么突然间变莲花池啊？我没有吃，我只有。好，这你们的，这你们的。现在所有桌上的东西一定要吃光才能上过关哦。哦，宪哥，宪哥 ，Niki 吃一点。谁要？那你自己。哇，那么小狗，等快吃啊！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哇！那我们吃饱了，我们就赶快撤了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好了。哎，我们也吃饱了，我们也要撤了。哎，好了，那我们要出发了啊！谢谢你们，大家欧巴，加油！走走走走走走 ，Let's go。我不想输。我的妈呀！加油！对啊，真的，真的是激进版。好好好。哦，对，哦，这边是餐厅哎。康哥，我们在哪里？这有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巧克力餐厅。有乌梅吗？乌梅。刚好我在吃哦。哎呀，给我们一人一颗好不好？谢谢啦。有乌梅，而且是炭熏的。哎，张，可以了。喂。哎呀，小心啊，整个在。对啊，对啊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巧克力锅，哦，你沾棉花糖用的。然后要试试看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哇，好酸哦。对啊，好酸啊，来点甜的。哦。你要喂我吃吗？小心会滴，小心会滴。哎呀，好了。嗯。哦。好热啊！哦，不行了。有点酸。这次没吃，没酸过。哦。谢谢。嗯。人家请我们吃乌梅，要贡献。两则巧克力笑话。OK。对啊，那你没听我问，这里有一天糖果跟巧克力比赛赛跑，结果糖果输了，巧克力棒。那如果巧克力输了呢？巧克力输，不好笑是吧？同学鼓掌一下嘛。太逊了哈。有一天，孙子啊，孙子跟奶奶说：“奶奶，你这个碗公里面的花生可不可以给我吃？”“可以，可以，你拿去吃。”然后孙子就谢谢奶奶，就一直吃。吃完以后，那奶奶你怎么这么多花生？奶奶就说：“我的牙齿现在只能吃巧克力。”耶！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就是你搞迄吼，巧克力干干啊，油油的，啊，剩下的里面那个，好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它把它融化，哎呀，好脏哦。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，加油哈，加油。哎，乌梅，梅，梅什么？梅子绿。这边有没有卖梅子绿？有茶。这边好好好，谢谢。姜饼乌骨鸡是吗？乌骨鸡吗？乌龙茶有吗？这里乌龙茶吗？这里有，有乌龙茶吗？冰的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，啊，五杯，快喝不完了，小杯的好了啦，小杯的，小杯的。小杯的，对对对，我一个塞满冰块，谢谢。哦，你喜欢喝冰一点？很冰，喝很冰。好，来，啊，一杯啊，啊，一杯，好啊，好啊。对啊，一杯五根吸管。好 ，Go。一杯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刚刚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有火车的声音，叭一声，什么？请离我们家一点，好，听我讲。请说出三种有关圣诞节的词语。圣诞树。圣诞树。圣诞红，圣诞红，圣诞节，哦耶！没有那个好，mistletoe， 知道。
球果是不是？戴在上面。谢谢生，谢谢生，谢谢生，谢谢生。来 ，OK， 恭喜你。OK， 哦，还有我，哎呀，哦，随便讲就有了。是吗？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你的，那应该这样啊，对对对，好了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很好，哦，这样子，对 ，Go Go Go， 你不要再干了，第二，三次嘛，喝了，小队喝，喝不到，喝不到，喝完了没？没了，哎，我没了，啊，口很渴，对不对？再来六杯，啊，没有，不用了，过关的，过关的，走走走，哎，去找别的地方，走走走。哎呦，一看就知道你很喜欢米酒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抱歉抱歉抱歉，耶！哇，啊耶！抱歉抱歉，你喜欢哪个？喜欢。耶！耶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你我都帮你介绍。你看，你今天才抱了四个了没有？有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一定要让你抱到二十个漂亮的，二十个，十个的，还有十个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能再帮我问那一些怪怪的，好不好？再往哪边？宜真学院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哪里？全国大专院校联合张友会。哎，有东西吗？哎，进来进来，张友会。嗨。是上次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哦，神经病，有那么多东西卖完了。卖完了，给我一个，卖完了，给我一个。等一下，你的头发那么乱，你给我一个啦。我们之前少一包。啊？要去问大佛。大佛啊？对呀，彰化八卦山的大佛。原来他们张友会推广他们这个附近有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搓一个洞要给多少钱？五百。你们抢银行比较快啊？各位，真是好机会。接受我的戒指，我可以帮你洗澡。好了好了，这意识到了嘛？哎，要吃乌梅真的要问大佛吗？大佛应该是在中南部啊。哦，在我们那边。哎呦，哟，哦，原来这是一个大佛。哎，那这里叫乌梅啊？哎，就这样子。这里叫乌梅啊？好，谢谢。那就 OK 啊。这次的主题叫做大佛站起来，彰化大佛站起来。怎么办？阿达，神经病！这叫彰化大佛站起来。哎，我头比较大，我塞进去看看啊，感觉呀。就这样给大家拍照的，拍照一次多少钱啦？500，还是500，不要拍了。每次都500，太贵了，算了。啊。好，吃乌梅，吃乌梅。大声了。哎，美女怎么样？因为今天是圣诞节，所以我们的文考验是，请唱出五首英文的圣诞。根本就送分嘛。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。我们唱过多少？再唱五首。五首，这一首啦。好。Santa night, all the night, my star, all is bright。然后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三首还有。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. Let your heart be light. 哎呦，好好听哦。
再一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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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是 Jingle Bells， 你好多条哦，几条啊？十一条的不？还有一首，各几条。Chestnuts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, Jack Frost nipping at your nose。哇，好有圣诞节的气氛哦。哎呀，厉害厉害！可以吃了，可以的。哎，果然是雪狼湖的第一女主角，有没有看到？太厉害了！来来，吃乌梅。哎，这不能弄到嘴巴，你啊，我摔进去，没那么厉害了。叮咚叮咚，您真内行啊！好吃啊！谁要吃？哎，给同学帮忙吃一下啊！好吧，乌梅乌梅。哪一个？嗯，好好吃哦。哎，你要多吃乌梅啊啊！好，谢谢你们同学。好，第二袋乌梅已经吃完了，我们赶快出发喽！准备好了没？先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《潘嘟嘟》。哎，这么大！哎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这个前面吗？前面有一台。梅子绿，拿一杯就好，一杯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哇，校园哪有这个啊？梅子绿，这是小小的，不用太多哦，小杯的就好了。我们在比赛，我以前也在泡沫红茶店打过工，真的啊，端盘子端到后来摇杯子，它有一种那个机器的摇杯子，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？他嘴巴没有开开的。没有吗？没有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有像。欸、果然，哎、欸。好好，够了，同学。冰不用哦，冰不用。这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对。好。梅子绿。你先喝剩的给我。没人在，很爱接哦。梅子绿可以接什么绿？然后没人就会出来，因为没人在就没人投，没人在。好白痴。梅子绿。绿豆。绿豆。走，往哪边走？哪边？那边。那边走。是不是？绿豆艺人啊，又有绿豆艺人哦。二哥，抱太多了，跑不动了。跑得动吗？我不会。I can't run。你们，我要走的。你的腰还好吗？晚上要上校园。啊，他好重啊！结果，八卦三年。哇，八卦章！很多次的。啊，卖完了。茶梅。乌龙茶，茶梅，哎，茶梅呢？为什么说完了？还没了吗？啊，去哪里找？那边去找大伯。来这里，去那里叫来这，拿这边叫我去那边，到底哪一边？哎，你不喜欢李九生？三文，
吧。呀，哪边有茶美？大佛这里有茶美，在哪里？这个那个在这里，就是马吉嘛，我们为马吉做了马吉之歌。对，好，邀请马吉给我们 tempo。好 ，tempo。Go go go go。他们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再来一次，一二三 ，Go！ 地哥地哥，地家地家，由于他们表现很烂，绝对不吃。准备半天，准备这个。哎，王毅，我们可以去外面找，走，别加了，哎，好试一下，这么大包，一包就好了啦，一包就好了，快点，走，放手了，好 ，OK， 辛苦了。为小甜子唱歌啊，嗯。那，用嘴巴喂。好意思好不好？哎，请你们吃啊，好不好？请你们吃，请你们吃，他们可以分就好。谢谢，谢谢同学，谢谢，谢谢张美惠，谢谢。五元美食餐厅，哇靠，他们学校怎么好像一个城镇一样啊？什么都有哎啊！没什么。哎，妹妹，你穿这会冷啊？真的啦，不要那么爱美啦。真的，我们穿这都冷得要命。哇，我的妈，爱睡不加老皮醉。啊，你真正啊，蔡小姐，梅子绿好了，不加冰块。哎，对，一定要小最小的。不，老板，这个杯子怎么那么大？哎，好，小杯子，就那个小杯的。谁开卡车进来啊？哎，对吧？你要干嘛？在等的时间，我们赶快进行无考验，来，抽抽筋。这个你知道意思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就酒精一抽，然后东西要在原地，掉下来，茶杯破掉就输了。你来，我来，你先来好了。好恐怖！各位，给徐慧欣来个热情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这个真的很速度要够快，迅雷不及掩耳，算了。一、二，等一下。你不能先高起来，你先高起来就很危险，你一定要低。没有啊，也不是要这样子。对，但手不能，你不能先这样，这样很危险。手更低一点点。好。一、二。哦，实在好紧张啊，这种痛真的，心脏病都快发出来了。哎，给一棒加油一下。一、预备，来。瓶子倒了，瓶子倒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用。算了，我也要了，我也要来一次啊！加油！可以了啊！好，谢谢，过关了。啊，这里有杯子吗？切，还好我叫他没有加冰呢。祝你唱片大卖，谢谢。新歌加精选，对，叫万中选一，不错，他的歌声太棒了，人又长得甜美，最主要个性又那么好，哎呀，太厉害了。啊，加油！哦，好冰，出发啦！
走，要爬的。这边。二哥，这边。二哥跑不动了，要跑。二哥，哦，哇，哎，吃品气的林有威在不在？林有威，蔡依林有过来吗？蔡依林，哎呦，不错嘞，他们同学设计的衣服，哎，哈，不错不错。哎，走吧，我们用爬了，同学，绿可以接什么？爬起来 ，Go。哦。小心！哇，连续五个礼拜都输啊！对啊，看看我。能遇到琳达，应该会赢的。对。如果再输，我就哭笑不得了。哭笑不得。哎，你今天都有人传给我？没有。那你要叫我叔叔哎。哎呦！没想到叔叔从小喜欢你，现在这小子长大也跟我抢。欢迎上号，欢迎28号。好。今天会选哪里？哇，好暖哦！哇，哦，绿豆沙，哪里有绿豆沙？绿豆沙牛奶。哦，你好。上。妈妈，李果。哎，妈妈。有，这可以加热吗？有。我们要来买这个。好，可是我们插队一下好不好，刚哥？没账。同学，你不急着买你的，快输啊！我的妈呀！来，25，哇，好多人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我喝这个，20块，谢谢啊，妈妈，谢谢。哇，我一直在喝饮料，真是哭笑不得，哭笑。你还不叫叔叔，没想到这兔崽子，我把他抚养长大，他竟然跟我抢美女。哎，你先了。好。弟弟来，妹妹，来，我把它喝光了。康哥，小心一点，这个乳制品很容易胀的。你先过来喝饮料。绿豆沙牛奶。康哥，你还好吗？哇！五大操场拿米角，哪里？五大操场在哪里？在这边。哪边啊？你都不知道还乱讲。哎呀，哎呦，同学剩下的。不用了，不用吃，这是卤味。喂！哦，哎，绿。绿色什么什么？圣诞吗？绿色圣诞，不是吃的东西啊。绿色圣诞是啊，喝的饮料啊，是吗？你骗人，我们去别家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好，那你弄一杯绿色圣诞，我们喝喝看。小杯的，小杯哦。小杯。我觉得我们有红配绿方案的。红配绿？怎么红配绿啊？就要红色配绿色才可以，就是一人免费。红色配绿色，像你这样红色嘛配绿色，一人免费。对。啊，不用，我们自己买就好。红配绿哪来红配绿啊？啊！你看都很。没，要假装是情侣啦，你来。多的啦，快点啦，为了要一边免费来。来切过去，老板，我们是情侣啊，我们要来一杯红配绿啊。那怎么样可以证明我们是情侣呢？亲一下。这个是你要讲的，你要大声哦。怎么证明你们两个是情侣？怎么证明两个是情侣呢？演得太假哦。再重新讲一次。怎么证明两个是情侣呢？啊，亲一下是吧？嗯，对。哦。你我我，我被
会不会很像怪叔叔啊？很像。来啦，来，没关系啦，好不好？那害我们很尴尬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牵他的手吗？小妮，还是你出马吧。哇！慧心，谢谢，刚才你亲我吗？是是是。不错，那我们这样可以得到免费的吗？可以。来来，一杯一杯。来，宪哥。啊，加冰块啊，这么冷你哦。今天已经快到零下，快要十度以下了，你竟然给我们加冰块。哇，我真的是绿色的。不啦，一杯就够了。你看，我们只要绿的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我们是绿色圣诞嘛哈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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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喝到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成瘾够了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赶快往下一关去了。这一道叫什么？绿色圣诞啊？圣诞蛋塔。蛋塔。到运动场拿米角。啊，要拿米角啊！好了，同学，往那个运动场去拿米角了，走。好，我来拎。我得跳出来。运动场在哪里？同学，操场在哪里呀、啊？同学。哎，这好像在。同学，操场在哪里、啊？同学。同学，操场在哪里啦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前面。过马路，但为什么操场还要过马路啊？学校太大了，学校太大了。哦，学校太大了。哦，这里有餐厅呢。哦耶！你吃那个梅干扣肉嘛？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看一下里面有没有。梅干炖肉。耶！来来来来，来坐坐坐坐 ，OK。哇！耶！耶！哎，小天使啊，去点菜，快！哎，躺下来，躺下来，躺下来吃寿司。没有啦，去点菜，快点，点那个大哥刚刚说梅干扣肉，快点。梅干，梅干扣肉，梅干扣肉。梅干扣肉。谢谢你哇，严淑敏哇，好热情哦。哇，梅干扣肉，来，来来来。我看起来蛮好吃的。也蛮好吃，好吃哎。李九哲，好吃，这一边像你。Man, just sit back. 啊，对不起，李九哲，你吃这一面好了。咋啦？休息就好。咋啦？来，你吃一块。来来，大家都来，大家来，来来，给你来。哇，好饱哦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没有吃。李九，你就闻一下，然后自己嘴巴里面这样。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啊，吞地吹暖的后啊。有用吗？偏偏啊，吞地吹暖，试试看。好。啊啊，对。有没有感觉很饱？很赞哈，我们吃这样。我觉得要用汤匙比较好。哇，好好吃哦！一定要把它吃光的。要把它吃光。哎，有白饭呢 ！Oh my god！ 你觉得？来，我们下吃吃看。再闻一下。Smell。能啵啵啵啵。Yeah。All right， 哇，好好吃哦！好吃真的好。你这里有饭呢，这里也有，哇，谢谢你哦，张碧，坐大腿，坐张碧大腿，张碧很可怜，没位置坐你过来坐，哎，人家坐你大腿就不能坐旁边了，不要，我不要给。没有喂天使吃，喂他吃吗？真的，不是汤子。那个 gentleman 的样子好不好？哇，小醉有 gentleman 的样子，耶哦。哦。好温柔啊。哦。有没有闻到肉的味道？我的就是。这真的很好吃呢，我很喜欢。嗯，哦，真的好。哎，大哥，看那个什么东西。这样回去二哥会做的好一点。
好了，出发了，走，出发，走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哎，你脚在那里耶？哇，在穿短裤啊！哇，那观众观众你好，我是康康，你好呢，Linda。哇，你们穿短裤不会冷啊？运动啊，哈。那我们要怎么才能拿到这个呢？我们今天有示范那个射门。射门。只要我们射进去就可以。对。几球？一球就可以哦。怎么射啊？来来，我们来先看一下好了。来来。好。这很难呐，那么远。进那个 U。这样是没有。都要进这里。要进那个 U 字。那有人在守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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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，是上面这个。要用这边还是用前面？还用这里啊？快，康哥！没有吗？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，你要过下面那个杆子。快再来！领导，你也来踢球好不好？好。你先踢应该就刚好，我怕太用力了。给领导鼓励鼓励，来！哭笑不得。哎呀！怎么都差一点点？哎，要怎么样才踢得很高很高啊？光头，光头，光头那个不行的，他刚刚不是踢不进。他是左脚的 ，OK。好。而且还他穿真钉鞋。有时候左脚要站着。哦。然后有时候脚背中间。脚背。好。OK。OK， 不要丢脸哦。队长，那关主，这同学们今天都太冷失常了，快看看！没那么简单呢，哈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这么近哦，很难啊！耶！哇！可以吗？哥哥，哦，谢谢你放水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它看起来很简单，没那么容易。很难的，要这样子。对啊，脚要扭到了。来来，汤圆。汤圆。赶快，那我们赶快回去了。同学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要接他们来了没有？先说来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我们第一个。先上吧，慢慢。哎，拳头。哎。谢谢谢谢。各位，下一球再没进，补球就是轻轻了。预备，出！哇！厉害了哎！哈哈哈！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。哇靠！这学校这么大，还要过一个马路之后才是一个运动场哎。对，我们这里要做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带来运动项目是我们最弱的。对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汉草都很好哎。哎，彗星彗星开会。嗯。这一看就知道是辅大芭蕾舞社的同学。水上芭蕾。水上芭蕾，来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哎，小胖你，阿叔，要求你跳起来，我们这边还会痛一下哎。哎，观众在哪里？有观众吗？你
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你们是福大橄榄球队哦？哎，橄榄球是最 man 的一种运动，你知道吗？开玩笑，哎，今天要考验的是什么？射门，从哪里射哪里？这里射啊？橄榄球，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欧巴桑刚好骑脚踏车过去，被橄榄球打到会很衰。哇，这样，更后面一点。好，宪哥加油。没有，一人踢一次啊。我没踢过啊，剪刀石头布除了两个都要过吗？一人一个。剪刀石头布，往上。试看呗，打吧啊，小心啊。我们连摸都没摸过，橄榄球。准备。不要怕。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来来，哎，补球了，补球了。那轮到我，轮到我。射击。看起来，看起来简单，其实难。来喽。一、二、三，补球，补球，快点，补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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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哎，现在问题在你身上。哎，我这球过了，这样你算过去吗？要的，好好，那等等。要要要要，你刚赢差一点点啊！加油，球员们！补球，补球！哎，二号，二号拳头！哎，补球可以握手，补球，补球可以握手。各位，下一球再没进，补球就是轻轻了。所以你要加油，不能再没进哦。对，预备，出！厉害了，哎，说哎说难也不太难哈，我刚才也是乱踢，然后就踢进去了，踢到别人，这个很看起来好狠的，你是队长的，哎呦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有杀过人吗？哎，这个他还要考虑一下，哎，能不能看你们表演一下，你们有什么？人家有那个战斗舞有没有？有吗？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！哦，哎，那个很好看啊，啊，呼嘎沙嘎，呼嘎沙嘎那一种啊！加力德隆，加力德，加力德！怎样？我干嘛？啊！天气热哩！啊！干嘛嘞？干嘛嘞？啊！干嘛嘞？干嘛嘞？嘿！嘿！你也快！哎呀，你快快点比！还有谁啊？掌声给他！这个是战斗舞蹈，对。它里面再在讲一些激励的一个话，那个是纽西兰的土语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你看连这个都知道就厉害了吧？哎，你们是最棒了，好，加油啊！拿到今年大专杯的总冠军，好不好？可以看了啊，汤圆，哎，为了吉利烂汤圆，我们拼死拼活。今天冬至，哎，同学，今天是冬至哎，啊，太棒了，那我们赶快去找汤圆好不好？谢谢福大橄榄球社，谢谢你们，谢谢 ，Thank you so much，Let's go。好，谢奶油玉米浓汤，这里有。有人在看。奶油玉米浓汤。奶油。有吗？这是咖啡厅吧？老板，奶油玉米浓汤给我一碗好吗？有有有，有有有。谢谢。好嘞。我们在这边喝就好。哦，辛苦，哎，这短袜没？
可我一个杯啊，好啊。对，再下一个杯子。温馄饨两杯来，下一个杯子好吗？谢谢。好，大碗哦，在这边。好来。大碗就好，我转好。好。哎呀，什么啦？干嘛？通过吴考验。学去天晴朗，朗月出土，不是吗？先通过吴考验。那是要考什么呢？纸箱叠叠乐，说要连续。我妈走到外面去。这里不行吗？这里不行。哦，那我等一下再来喝了。哎，多少肯我练多少后？对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再回来喝哈，谢谢。这小天使爱找我们麻烦。对啊，吓到我。对啊。一个人接一个人接，然后连续要六个。然后要干嘛？叠起来。就叠起来。那你丢给我接哦。好。我先拿一个，然后呢？我这样接哦。对。不是放着接哦。抱着你是疯的啦！啊，那我要怎么？我要平平的丢。那近一点可以吗？这样子。哎，你丢这样子。好，王哥，大明星运动会没有问题。我再丢高一点，再丢几个。等一下，我把它弄好。等一下，拍谁看的？等一下，哭笑不得。来，可有人来打个气，来，唱个哭笑不得给他听，来，开始。哎，他是模仿柯有伦第一名的啦，真的啦，快点啦，唱完快点，一句就好。哦，晓不得，我又能如何走的理由，居然先假设。嗯，哦，给他鼓励鼓励。怎么办？六个不太可能呐。五个，来。啊！这个，完成了吗？要离地，离一点点地就好。差一个，快，最后一个。你来玩，我每次都说很厉害，我看你多厉害。来，从三个开始，快点。的。哎，现在一个。好，两个开始，我给你。哦。来啊！好了，谢谢，这是我们制作人，给他鼓励鼓励。耶！那我们开始去吃了吧。对，快点。走。哎，柯有伦呢？不是啊，只是奶油玉米浓汤。米奖在哪里？哎，米奖在这边。哇！哦！哦！他比较帅，你比较帅，哎，厉害！你是队长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一看就知道了，橄榄球队呢。对啊，那个呢？关主在哪里？哦，来这里，来这里。哦，来这边坐。来，耶。好，今天要怎么拿米角？射门哦，会吗？哇，我们最会射门的。啊，你们先示范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示范，来。哦，这样就算了。那问题是谁在那里捡球啊？等一下，哦，有人去捡是。谁先？张碧慧吗？张碧来。哎，这是踢用这个踢吗？就哪里？用脚，用这里踢。脚罗，嗯，这个这样。大拇指。我不觉得球会飞到那里。哪里有？轻啊！小心！哦 ，Oh my god！ 你们打到人家的头啊？
哎，右边小心哦，左边也小心哦，后面有圣诞老婆婆，小心。Oh my god！白球，白球，我们一个就过关了。Nicky，Go！ Right，Nicky，Right，Go，Go！小胖 ，Go！ 哦靠你了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那了，靠你了。啊，是啊，不要跑偏了。白球，白球，妈妈白球，来来来来来，那了白球，天龙的来。Whoa! Here we go. Here. Oh! 好，靠天使，看天使，看靠天使的，靠天使。I got it. I got it. I got it. 哎哎，等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侮辱我们！来来来来来，等下，我们受不了这种侮辱，不行，后面一点。我们哈，我们不受这种侮辱，对不对？后面一点。我们也感觉焦了啊！你后面一点，这个太近了。你后面一点，受不了侮辱，来，当兵了，没有，这已经当兵了。如果没过，更丢脸。对呀。小尖梯，先来点尖叫好不好？马奇。耶！啊！耶！过关了，过关了。谢。啊，辛苦你们了，这么近过关太丢脸了，謝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一二三，圆汤，好，好不好？好汤圆，哦，好哇，汤圆，冬至，今天我们录影的今天就是冬至，嗯，所以我们要吃汤圆，汤圆你知道吗？对，汤圆的韩文叫包括什么？豆豆，加油！哦，小白手，海螺蟹，包装，再搞小白，我们有位置考虑走槽。啊，这样啊，快点，是不是啊？谢谢，要过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同学，学校有没有自助餐厅？你长得很像我初恋女友，我可以牵你的手吗？你有男朋友吗？再见。啊，太现实了啦！有哎、欸，他刚说有吗？自助餐厅有，他是往这边，往这边啊，好好好，往这边。哦，今天摄影机是我们看过最多的一次，拿起你们的摄影机，哇，厉害了，全民皆狗仔。好，来往这边走，自助餐厅啊，蛋，哎，自助餐厅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蛋花汤啊，哦，有蛋，因为绿色圣诞嘛，蛋花汤，汤圆，我们就赢了，剩下两道。谢谢，是六个太难了，五个还可以。我的食道在烧，燃烧。你还有人喝汤的？啊，不会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边同学不要用闪光灯。可以让我拍一张吗？嗯。喝完了。可以让我拍一张。哦哦哦。好好好。不会，谢谢。要我拍一张吗？好，谢谢。奶油玉米浓汤，这汤圆，汤圆，哎，哪里有汤圆？我的妈呀！去找一下。汤圆，不好意思啊。哪里有？什么楼？文华楼。文华楼？为什么文华楼有汤圆？汤圆大会。啊，这里自助餐。啊，哎，请问你们有老板有没有蛋花？哇，哎，这个自助餐的菜这么好啊！哇，哎呀，嗨，哎，好可爱的妹妹，还拉我的手呢，给你握手，我的手很冷哦。我可以握吗？好可爱啊！你好，姐姐也握。哎，今天是什么汤啊？有汤吗？没有。什么汤？蛋花汤。大呀，大呀，我讲就是要吹蛋花汤啦。好的。站站，来一碗，来一碗，来来来，蛋花。小碗，小碗。自己拿的是吧？对，在那边。哦，尹先生，他这个一切都自助了。好。哎，没看到蛋啊，老板，没有看到蛋啊。
哎呀，底下是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在上面。啊，有了，有有有，哎，真的很花哎。来，我问问问问，你这个就没，你有在台湾念过大学吗？蛋花汤不是这样的，你看哦。那是怎么了？轻轻放下，慢慢绕一圈。绕一圈。然后呢？等它稳定了之后，等它稳定之后不要动，慢慢来，慢慢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蛋花通通在这。内行啊！您真内行，嘿嘿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！一个就搞定了嘛！来，找个位置坐下来。好，这边好了。哎，乌龟汤这波哈。好，就坐下来。你先吃，今年可怜嘛，吃蛋花汤而已。蛋花汤就好啊。你吃一个菠萝面包好了。菠萝面，哎，好啊，来一个菠萝面包好了，一人一半就把它吃掉了，哈哈哈。小小的嘛。来来，赶快来来吃吃吃。蛋花卷。好吃吗？嗯嗯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个蛋花汤，它还真好吃呢，这个啊。菠萝面包怎么那么大？好大！哇，加大哎！但这个菠萝是热的哎。对呀，真的吗？对呀。那糖糖也是，好好吃哦。这一看就。你有关系，他在这里吃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哎，真的好好吃哦。肉燥面更好吃。肉燥面哦。对。哎，阿你呐，就讲你就是福大爷啦，伊个就对啦。不行了，我们今天吃太多了，吃不下。赶快先把这个喝完，好大。再来一些。这个带着吃好了，要不然等一下吃不完。好。很多人都在问，你们是真的吃还是假的吃？你自己不会看吗？难道这能剪接吗？菠萝拿来。假酒人假名家假到我的怕跑过来哈，你还来，你自己不帮忙吃一点。哎，我们赶快去接汤圆好不好？哪里有汤圆？啊，我菠萝哥不用吃完了，我们带着吃啊。好，我们赶快出发了啊，走，吃完汤圆就敲锣喽。好，这里什么梅干扣肉，肉跟汤，肉跟汤是不是啊？对，肉跟汤，汤圆刚好吃完，来肉跟汤，哪一个？哪个？这个是不是？哦，自己加是不是？不用加了，不用加了，就这样好了。谁吃？肉跟汤。哎，我觉得，哎，来来，一个人用喝的，就一个人，来，一个人。剪刀石头布，二哥剪刀，三个人猜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这里先不用吃。哎，他在猜，看谁最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等到石头不，等到石头不，你们猜两天了、啊，好，把它全部吃完，吃完吃完吃。李九哲现在一定很生气，为什么单赢？哦，Nicky，你来这里看他吃Nicky的，快点，李九哲，快点。Just smell it。小车，快点，你要整碗吃完，小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哇，好羡慕你。快点，对对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大斌，你有第二名，你帮忙大家吃一点。哦，第二名也吃一点，第二名也吃一点。第三名就不用吃了，第三名就不用。他们如果再吃不下，就换你了。你也可以拿一个汤匙等一下。好，他们两个如果再吃不下，就换大米。好，不用吃啊，全部我帮你们。加油加油，还有多少？我们快输了，赶快。等一下就轮到你了，你有汤匙啊，再给你一根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样吃比较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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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对你很好，对不对？又给你抱妹妹，又可以吃。还有，对啊，左边，噔噔噔，哦好，喜欢李九哲吗？好，等一下，好好 ，OK， 好。快点！你要这里有汤圆吗？哎，没有的，有。这里有没有卖汤圆？吃光了。哎，吃光了。哎，换你的，换你的。好 ，OK 啊，那收了啊，放着啊 ，OK 啊。走走，汤圆啊 ，OK， 好，快点，哪里有汤圆？快点。不会吧？
等一下输了怎么办？大文学院，谢谢谢谢。汤圆，你这边。哎呦，过年到了，这怎么玩？这怎么做掉？然后你怎么那么大力？啊，摔掉了。轻轻的，要轻轻的，要拖，要拖成圆的。这样啊。再加一下，再加一下，哎，还真不好弄哎，哈，好弄，走，怎么这样？怎么碎掉了？给我一点，要轻轻的，要轻轻的，要技巧，好，好，要先压一下，哦，它还蛮舒服的，哈，耶，好了。甩这个，对，甩一下，怎么甩？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大力一点。哭笑不得。柯有伦又在后面了，柯有伦。好。他是知道你要来这里，他只要要跟着。哭笑不得。哎，长得像柯有伦变很累哈，哦，辛苦了，哦，讲话怎么像那个周杰伦？我已经吃掉了。真的啊？嗯，吃掉就可以敲锣了。好。他吃了，洗手。不要紧。残障歌王，好，谢谢同学，谢谢，今天终于刚刚拿到冠军了，都是有你们的帮忙，我爱武大耶。人生的路还很长，千万不要轻生啊。谁说的？我的头真的有大吗？你的头也很大，你还说我？你自己看。各位，请卫星帮我证明一下，我是因为头发多而不是头很大。你摸摸看，好像还是蛮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？没有，好像蛮大的，对。好，大麦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快走！敲锣敲锣！原本有没有第一名啊？我们是第一名吗？真的假的？天啊！天啊！我终于拿第一名了。但我也不该跪，因为这个鹅卵石很痛。你来敲吧。耶！你真是我的不将啊！不会。哎呀，棒啊！对啊，我从来没赢过。我看他们要吃什么。啊，这个壳子我看也不用剥了啦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很多盖子，这有很多盖子。对啊，我是为了他们好。这一个是给 NONO 的。这一只是给宪哥的。宪哥爱干净，先把它洗干净，然后再加一点水。这是新的新进料理。你也知道一样哦。把这些面，宪哥，你跟黑哥哥交情就这一盘就散掉了。好了，哇，加快，没有要稠一点，让他们才会有比较 creamy 的浓汤的感觉。来，好吧，这样你们敢喝吗？不敢，对不对？虽然都是 OK 的，可以吃的。回来一定会唱《故乡不等》给我听。好了，就这样等他们回来了。汤圆大会，汤圆吃到饱，欢迎共享啊！今天刚好就是冬至，在前面吧。来，赶快去。好。为了
怕等一下他们哦，嗯，会也找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来拿的。哎，不行，信哥，你这样子会不会太恶劣了？藏起来，他们就找不到，我们就搞定了。来来，往这边。头真的有大吗？你的头也很大，你还说我？你自己看。各位，请卫星帮我证明一下，我是因为头发多而不是头很大，你摸摸看。好像还是蛮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？没有。好像蛮大的，是吧？好，当然在这里啊。好。啊，来，啊啊！要自己坐的。啊，这边。啊，自己搓的，你来搓好了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弄啊。你就搓啊。这样子啊。不是啦，你要拿，你看他这个搓的跟鬼一样，都给你敢拿出来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就拿出来，把它搓圆圆的就对了。哦。对嘛。拿搓，搓完要帅一点。我都差一点没有。有没有看到？还会弹。哎，可是我们要啊啊，这个怎么样？因为它的水分不够。哦，要加点水，这有比较湿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还有一边在煮了吗？已经有在煮了，有。哎，煮好了吗？这个，不行，你看，甩一下，掉到地上。好，可以的，煮好了吗？好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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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快点，电波来！快点，小姐姐，快点，在哪里？快点，快点！你小心点！好了，吃完了。过心脏。很多活动。30秒不落地哦。球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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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球，拿出来，不要抢了，球。加油！可以吗？建锋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我一个人。30秒。打来打去，不要让它掉下来。好 ，Nikki cover， 来，预备 ，Go。哎，用推的就好，对，一直推，一直推，哎，呼呼，呼呼，呼呼，耶！啊 ！Go！ 我要！哇哦！快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完蛋了！刚刚有客人，快点！慧心，信哥加油！你看小天，你现在还会冷吗？小天子穿高跟鞋还跑得比你快。对呀，快快快！来，慢慢。
走了，他们没有跟来。哎，你好。哥，你还好吗？啊，不好，跑的，好累了。好，来啊来啊，对啊对啊对啊。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。Oh no！ 啊！你说，哎，我们已经是快了，来给你敲一下。慧心一笑，你说跟我一组会输，今天终于到你了，给你看今天的东西。啊！慧心到了。哦，好满哦！这个档次啊！我整个都加水了。我把它弄好。可是我们没有输啊！其实这样看是 NONO 哥。没有两个都要抢。没有啊！好恶心啊！你闻闻看。我不要。你闻一下。闻一下。啊！不要吧。那我们先喝好了，好，先喝七的，就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有五六个，他们五六个，这个 OK。嗯，健哥先喝，干了，好不好？干大哥的人，反正要喝完吗？祝你，你喝不完我帮你呢。祝你新唱片大卖了，好不好？我是学友哎。来，对。哦，真的闻到味道会想吐。干嘛？这个是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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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送一半，送一半。嗯。哇！宪哥好厉害。怎样？喝不下？我帮你啊。哎，有许慧欣的口水，有后面还有什么？哎，你这下流胚，你还故意找这边喝啊？你再转那边。干嘛？我张学友哎。那你要模仿张学友才能喝。不好意思。都得嘞，学友学友学友，耶耶耶！加油！其实还好啦，不是很难喝啦，但就那味道，你心里面就觉得有意大利面。对，就是你喝咸的饮料。哥，耶耶耶耶！哎，他们总共五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好，哎，每人加一条这个好不好？哎，看他们谁倒霉会挑到一条的。哎，既然人还没到，就随便我们处理啦。他们骂你的专辑叫《超人》。花枝。花枝。哇。这是。蛤蟆，蛤蟆，蛤蜊。各位，这个就是输的代价啦！耶嘿 ，NONO 与 Magic 的残酷惩罚广告之后即将登场，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耶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耶耶！恭喜 NONO 跟 Magic 第一名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一杯是用什么打成的？请看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哎，输了就要认真端起来。我们，你们是不是？你们最后一名了。你们是不是我们帮你们啊？因为你是女生，我们帮你们。哎，哎呦，厉害，没关系，我们女生就女生，那你们喝了哈，帮他们喝一点，对，干杯。刚刚都是你酒的跑太慢，你帮我们喝一点。好可怜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。有气息啊！我的有气啊！有气啊！有气很好啊！来来，赶快喝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请。天哪！天哪！
OK。哎，他的有花枝片呢，他有花枝。有。你皮。好厉害！今天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啊，来到辅大，受到同学很多的欢迎，再次谢谢辅大的同学。好，十字路口成功了。小天忘掉。